中国多波段全谱系地面情报雷达灵动家族首度亮相。9月28日，中国电科十四所在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开幕当日举办主题为中国雷达感知万物的产品推介会。十四所副所长曹健在推介会上介绍了十四所概况及本次航展的参展亮点，面向未来战争信息主导、体系协同、全域作战需求，十四所基于信息系统体系能力形成，以实现陆海空天四位一体，实现信息火力一体化和战场的单向透明化为目标。在2018年的珠海航展上，率先提出了五大作战预警体系。今年十四所对五大作战预警体系进行了进一步深化，仅仅围绕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系统性的呈现在防空、反隐身、低空监视、机载监视等领域的全谱系明星产品，积极展现在联合作战、信息作战、全域作战等场景的应用，充分体现中国电科十四所向客户提供基于作战应用的整体解决方案能力，其中包括 YLC-81 反隐身雷达，这是世界上首款频段和能量并重并实现高机动能力的产品。 YLC-12 是一款可以一箭举高到18米的新型中低空 C 波段多功能雷达，它可以解决无人机、巡航导弹等超低空目标的探测难题，并且在国际上的同位高举探测雷达中 YLC-12 的探测威力具有明显优势。